各位早，各位晚上好。见识要不够啦！自见识。哇，可以换你，便宜啦！看一下哦，有谁？绿茶牛奶，安安，方，安安，醉醉，安安，小马，安安，菜逼吧，安安，周雨婷，安安，谢一彤，安安，XUYUXIANG，安安，蚊子，安安，萧子珊，安安，静，安安，ZUNWEING，安安，庄韩文，安安。世界帅啊！对啊，没有讲话而已，好累哦。干秀，你睡太久。哎、欸，秀，你去解那个字活动任务，抓企鹅的，然后去12号营地，那个会送珠子。黑原安，黑月海南，叫错了。哎、欸，你？不是你，你？不是你？哎、欸？咦，哎、欸，啊你，你，嗯，这个，嘟噜噜噜，那我昨天晚上在挂的时候啊，一听到嘣嘎嘣嘎嘣嘎嘣，到我快吓死了，然后于是我就把附近放了一些木船，就是哎。欸就是我在挂网，在弄东西的时候，哎呀，你们有看到粉钻的话，我会看到一些猫被抓起来，哎、欸，他们直接在床上，我就直接给他们吃鱼，然后就直接驯服了，然后就这样子木船阵，然后这只活得超久哎、欸，好啦，帮我们学、欸，不要，不想修。那昨天其实死很多铁巨人了，那是因为僵尸入侵摸不到，然后他们就招铁巨人出来，然后又蹦出了一些铁巨人，然后这是昨天关台后挂到早上7点的成果，挂了5个小时的成果啦，对，成果发表会，那我们先存一个进去吧。一些啊，然后你不是你，哎、欸，给的经验不错多哎、欸，啊，效率，我要钻石的啦，碎石去哪生啊？然后昨天我发现我这台机器故障了，这台我就很纳闷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昨天我在那个嘛实验室的时候，就是照理来说就是倒水正常就是会把小牛冲下来，可是发现又没有冲下来了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。昨天就是平白无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喂了一大堆，然后就是你看小牛又卡在上面了，所以其实不一定会成功哎，害我好挫折哦，我昨天超挫折的哎，哦不是昨天啊，早上超挫折的，然后就很不想去面对。你看，有就是有时候要下来不下来的，然后会卡在上面。啊，还是因为我没有拿小麦啊。
是因为我没啊？对啦，我一拿小麦之后，小牛就不见了。OK， 问题解决。那再来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抓羊，要羊的话就关台，不啦，今天王国之战之后吧，这操就抓北七的，就是，我这边有个坑，没忘记是哪一个，就是昨天我从听到爆炸声，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到处晃了一下，就发现说，有些地方被就是苦力怕可能坐到上面来，然后窟窿又在射那个铁巨人，然后就突然嘣。整个吓傻我了，再烤一下鱼啊！怎么抓取抓这么久啊？啊，后来，然后昨天有几只铁巨人，有一只铁巨人卡在上面，那就是又重新叠上去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可是我也上不去，我上去就被咬死了。那边有一只铁巨，那个昨天，抓到的僵尸。那昨天就是那个命名牌，命名牌超几率变超低耶，掉了一大堆才四个。然后就，就好不容易命那个抓到了，因为昨天我就是这样到处赢嘛，啊，你知道那些铁巨人又很不安分，然后就是准备。到了，到这边了，已经快进来了哦。那把它挥上去，然后就很刚好的落地落到这边来。然后若一落地之后，把它挥上去就死掉了。啊，昨天最好笑是我把它引到木船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引到这边，然后一下来，然后铁巨人就是在旁边看着我，然后就把那个又从木船上面挥死。所以我昨天要引之前杀那个用岩浆倒死一波铁巨人。那这边就是抓那个的机器，然后昨天是因为有一个仇恨是在看那个看村民，我看到他是头抬高，然后就是把他抓了之后，就是坐在木船上一路移过来。让我睡一下，不知道挂多久了都没睡。好啦，那就。昨天只有改那个我们上面那个跟抓了僵尸进去，那就是上面确定就是，我最末端这边原本不是都是平台过来的吗？那都拆掉了，因为铁巨人会生在这上面。然后那个我可以开创造吗？还是我不想开？就是我原本末端这边也是用石砖栅栏。可是发现铁巨人会卡在一个就是石砖的那个这种凸起的地方，然后就把它改掉，改全都是用那个石头、石砖，就像这样子，它就这样子慢慢沉下来了，不然它会卡在那个末端那边。咻！谢梅真安安，叶子元安。然后今天王国之战，我应该会测试一样东西，所以应该耍白痴。我啦，我想测试东西。我现在等那个，算了，我还想说再等一下下，选项，按键设定，右键。按键设定，
里。OK， 那我继续吃饭。我的饭其实是6:30来的，那就是那个我的闹钟是6:40，可是一醒来之后又跑回去赖床，然后赖到48分的时候才爬起来，然后洗了脸才开始吃饭，然后饭都冷掉了。我应该把钓鱼机的位置改一下，然后四周都改成玻璃，我们就可以看那个铁巨人掉下来了。徐小兔安安，林正则安安。我吃什么？晚餐呢、啊？饭、高丽菜、鱼肉、蛋没了。我觉得晚点看情况了、啊。如果状态不好，我就去休息。10点后啦。啊，如果状态好，就继续开。我觉得。不知道最近这一个月的作息很奇怪，一个礼拜之前我还是白天睡觉晚上在开台然后剪片的，因为上礼拜之前我下午不都没开台嘛，因为我都睡着了，就是早上9点10点睡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礼拜开始就是突然，就是早上7点起床，然后剪片，然后10点发片嘛，然后就是中午也不知道干嘛，就开个台，然后开到下午5点去睡一下，晚上继续开。夜云安安哦。辛苦了啊、哦！我还是好累哦。再刷食物用了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今天出门看电影，在路上遇到人卖二手。有点大的鸟笼，因为便宜就买了鸟笼，大伙都来一堆人来看鸟笼。哎呀，那你要记得赶快消毒呢，怕有一些病、一些菌。啊，你们出去也小心哎、欸！今天下午也是猎龙台，然后听 HTT 讲说，又增加了两个案例，那个病、那个肺炎。安安平安安，平子安安安。我等下杰云，你是本名就叫杰云哦？我以为是因为捷克那边才改叫杰。加个节字嘞，
好像误会了哈，抱歉抱歉。那我发现呢、啊，我烤鱼是不是没拿？渔夫真的划算吗？鳕鱼桶到底能干嘛？你看，这边有一只猫，我附近兔子应该都被杀光了啊，好想哭哦、喔，哭啊！啊，那如果今天棺材就两个目标吧，那个甘蔗。种甘蔗跟引羊回家，甘蔗还没有甘蔗鸡。其实甘蔗鸡应该没有，甘蔗应该可以刷那个甘蔗鸡出来，就自动的啊。蘑菇哦，苏梅的。我快抓十只猫了，就不要被我遇到他们坐在船上。嗯，就这样，猫原本怕我，可是坐在床上强制喂他们吃鱼，然后就发现哦，鱼好吃。你有缺猫咪当宠物吗？那样子。深海漫游，赞哦！这个可以扔了。深海漫游，赞哦！没有对这个比较麻烦，是因为滑鼠要离开滑鼠垫的时候，还画面会稍微动到，还是怎样？然后昨天就是想说太吵了，把音效关掉。就昨天插爆了一只刚钓到的那个经验修补，然后海洋祝福的钓竿。然后这个钓竿是早上整理的时候换下来的。像我这样一样在家出门工作，那我最好。当然不是，当然是因为杰克所以改名啊！我比较好认哦，是啦。而且我当时要认你是认头像，当时就想到哦，你的头像黄黄的，然后不知道什么鬼东西，就想说啊，你是杰云这样子。又吃不下了，天哪！抽海贼王西赏，我觉得我是吃不下了，天哪！太累了，吃不下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就说我的这个聊天室画面很小，至少有看稍微看得到你们的头像，然后文字聊天室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想说看这个黄黄的，就是就。就等于是你准备要睡8小时的那种睡眠，
那你只睡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点，然后强迫起来吃饭，然后要就是强迫你醒来这样子。饭放时间，放饭时间可以来看台，嗨圣母。等一下哦，羊的话，我就首先我们还是把附近先擦亮吧，不然我其实昨天挂得很惊呢，因为其实昨天就是每到晚上，我就是走出来一看，就附近真的是僵尸围城呢，因为沙漠这边一直生那个尸壳。尸壳生的超多，然后我的那个铁巨人昨天就是灭了一波，然后又生了一波出来，超好笑的。这不是大舌头，这叫安安部分。大舌头是这样子没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大舌头？你是白痴吗？你是说欠我嘴啊？你有没有开魔物在那边刷珠子啦？那个什么，你去捡那个捕捉企鹅，去十二号营地，或者是去那个捡那个什么动什么鬼东西的什么草的拔草任务，要十个什么冰什么草的。那个都有机会拿到那个 SP 票啊，那个采草那个任务可以捡那个龙人的耳朵，那天有跟你讲，他有龙好耳。所以四个小时就补三个小时，哇、哦！你叫羊哦，萧子山，我觉得你们名字都好难，跟绰号连，没啥正常啦，绰号连不起来，有点要需要时间。静红安安，你要回宿舍了哦，哦，开学了齁。